係上台買公司上好靚，有人同你計過話你買貴咯，唔緊要，自由市場，我知道幾多我先買啊，冇乜貴唔貴。頭先有個市民嚟啊，佢就話聽到我嘅廣告佢嚟噶，不過得一個啫，38,000得一個人嚟啊，慘啲。希望多啲啦，不過呢個係冇問題，我自己知道係咩我做，但係我覺得個大氣電波點樣使用、點樣規管咧，係應該重新去檢討。政府咧就話自己嗰啲又唔係政治嚟嘅，其他係政治廣告喎、啊，咁我覺得亦都唔應該咧係事前去審查啲嘢，所以我哋委員會咧喺立法會會去討論呢件事。但係而家民建聯攞幾十萬出去包辦個節目咧。我相信呢、即是市民會可能有很大反應咯，即是你其他有錢的又說來了，這個又扔100萬又包辦，我們民主黨當然不會拿到這麼多錢去包辦節目啦，但是大氣電波是不是應該這樣用的呢？當然不是咯，所以我們大家應該看看，也看看其他地方的做法，然後香港做一些比較文明合理的安排咯。唔係，所以而家咪要傾咯，要討論咯。提案我哋冇得提噶，基本法唔准議員提嘅，係要政府提嘅啫。啊，你頭先講政治，唔係政治，係講緊林鄭。唔係嗰個法例啊，政唔包政府嘅。啊，林鄭月娥又係俾錢去買啦，即係，唉，咁佢都買，民建聯梗係買啦，係咪個個都可以買？即係佢嘅話，我哋都可以買，但係我哋冇咁嘅錢啊嘛。喂，的。